或是去出海，就是远洋的时候，会唱一首歌。然后我的年龄阶层就是八个公爱，然后我们这一辈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原本也要，他就是原本是跟我一样大，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，就是他那时候高中他没有读高中，国中毕业后他就休学，他休学然后就去做那个木工，去不是做木工啊，去做工地那种。扛水泥那种搭硬架那种，然后就在去年他就不想做了，他就说他要去跑远洋。你们知道远洋是什么吗？就是出海捕鱼那种，然后一去就是四年啊两年那种，然后他就去那个四年的，跟我一样大哦，然后去跑远洋。然后就想说他怎么会这样这么敢，可能他觉得这个社会就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就这首歌叫《离别歌》。谢谢。